标可由108米左下。右手边看到的这个很大的岛，就是东北一支的熊岛。沿着熊岛继续向右边观看，可以看到两个岛，那是东岛湾内名胜之一双子岛。形状有些圆的岛，因为和乌龟类似，叫龟岛。另一个细长的岛，因为和鲸鱼类似，叫鲸岛。从乌龟和鲸鱼以及海面的形状看，称它们是双子岛。接下来，请看靠近左手边的岛是鲸鱼岛。过去，瑞典寺的宗派从天台宗变成灵济宗的时候，传说天台宗的经文在这个岛上被烧毁，所以取经文的经字命名为金鱼岛。没关系。